产品，先要观察了解新品包装和使用说明，拆开包装盒，取出说明手册、零部件、介绍和贴纸，将扣件、舵机、主控盒、连接件、装饰件取出来。打开优必选积木 App， 熟悉各个模块内容。进入制造工厂，开始 3D 可视化拼搭。进入控制中心，了解各个编程动作。进入培训中心，学习免费编程课程。进入编程实验室，了解逻辑编程语言。进入创意中心，学习分享更多 DIY 作品。重新进入制造工厂，选择卡卡模型并下载，按照 3D 可视化教程进行搭建。建完成后，界面弹出恭喜完成标签，将贴纸按产品图贴到指定位置。进入控制中心，用平板连接机器人，连接成功后，任选一个官方模拟动作，选择新建动作，点击动作回读，选择不同舵机，设计调整好各个舵机的角度和精度，并做好记录保存。点击播放，观察动作设计。打开编程实验室，进入逻辑编程界面。打开各个模块化编程内容，事件、运动、控制、声光、感知、数学、变量、函数，逐一了解熟悉。利用逻辑编程，可以为机器人设计各种编程动作。也可以进入培训中心，学习更多免费的编程课程。超声波传感器支持多种色彩模式，同时可利用逻辑编程设计机器人自动避障绕行。超声波传感器会感知前方障碍物，并测算距离，与障碍物距离达到设定值时，机器人便会停下。从小玩到大，不怕数理化。变形工程车入门级 STEM 教育智能编程机器人。